你们听我说，我昨天晚上又做了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噩梦。然后呢？这次特别清晰，真的跟杂志上说的一模一样。都复读了，你还有时间看杂志啊？闭嘴！玛雅历上说，地球会在第5216年的周期时结束，那一天就是世界末日。等等，是5216年后的事儿，和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愚蠢！是按照玛雅历来计算，地球总共只能存在5216年。最后一天就是2012年12月21日。啊，那不就是今年吗？对。那会发生什么啊，小南？有这么几种情况啊。一是小行星撞击，二是硫酸雨，所有的手机、电器、电脑都会坏掉。那是不是不用高考呀？想得美，照样得考。什么东西？说，孟小南，你能不能消停会儿啊？睡觉呢。徐又树，你搁那去玩我？哎，死你！给我站起来！算了算了算了，你给我起来！我跟你说，算了，你不用管他末日，今天就是末日。徐又树，你给我站起来！干嘛呢？安静一下。同学们，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来。站到讲台上。这位呢，就是刚刚转学过来加入盛华复读班的林祥之同学，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大家好，我是林祥之。下面这位同学呢，就是你以后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了啊，来坐到那儿吧。说你什么情况，宋小楠，你还陷害同学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这么没有定性？你们俩想不想高考了？徐又硕，中午休息以后去打扫体育馆仓库。宋小楠，去清理图书馆，连续三天。老师，是徐又硕，老师是他。行了，就这么定了。我们继续上课。我们先复习一下上节课讲的内容。我们已经学过锐角三角函数，它们都是以锐角为自变量，以比值为函数值的函数。宋小南，哎，香菇肉的。哎，对了，宋小南这球砸得挺准呀。哎，不过话说回来，我估计你们两个打起来，你还打不过他。哎，我看在他是我未来大嫂的份上才放过他的。说什么呢？宋小南喜欢你，全班级都知道的事儿啊。你先管好你自己吧。一早上盯着那个新来的转学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说话得有证据啊！明明是他一直盯着我的。怎么，一见钟情了？就算是一见钟情，也是他对我一见钟情。我上个礼拜刚看一部电影，就是讲一见钟情。给，相信我，特别给力。秋哲，哎，你别看不上啊，这是万千少女青春启蒙的教科书。
蒋屋，借书啊？你要借什么？我帮你。啊，不用，我借完了。哎，我没看。初恋这件小事，都复读了，你还在看这种情情爱爱的东西？这个是蒋屋的。太用心了吧？但我们现在还是学生，我觉得要以学业为主。不是，这是右树要借的。嘘，我不许你胡说。这真是右树要借的？宋小南，说恶心话之前能不能考虑一下听众的感受啊？学叔，借这种东西干什么？铁树开花？是我铁树，不像您。枯木不逢春。你说谁枯木？你呀、啊！我让你！你们俩还怎么一见面就打架？上课的时候拿手砸我，我还跟你三分钟。怎么样？给力吧？那当然，我还从你的电影里领悟了几招。等着看。林湘芝同学，请你喝瓶橙汁，这是我的诚意。交个朋友，可以吗？我来帮你插上。那，出师未捷身先师，无心插柳柳成枝。我。哎，同学。没事吧？怎么回事？能没事吗？人都被你撞飞了。林湘芝，我以后他要再欺负你，你就跟我说，弄死他。我读一遍，你就读一遍，好吧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hat night was of a little red from her memory. 林湘芝，林湘芝，有数给他。林湘芝，有数。再解释一遍，好吧？需要数给。One, two, three.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hat night was.亲爱的湘芝，在下右树，看个电影呗，好不好 ？Excellent. One, two, begin. 老师，徐右树上课传纸条骚扰同学。徐右树，怎么又是你？能不能好好听课？别这么的，给我转校。李湘芝。这个给你。哎，林湘芝，你等一下。之前那些真的都是误会，我不是什么奇怪的同学，我就是想认识你。从你转学过来的第一天，就想认识你了。所以，请你看看这封信吧。哎，你等一下，右树只是想跟他做朋友。那也不行。哎，你别去。那我再等一下。我想跟你做朋友。你什么意思啊？我说过想要成为你朋友吗？我不想跟你成为朋友，你别再接近我了。喂，妈。湘芝啊，还好吗？怎么到了阿姨那儿无声无息的？给你安一天麻烦了吗？
我没事。那就好。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成绩，得把之前落下的都追回来，知道吗？妈，我怎么了？我能不能再转学啊？怎么回事儿？你是在那边又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我也没有。记得吃药啊，别胡思乱想。哦，那我挂了。小吴，哎，优树，怎么样？还好吗？第一天认识我徐优树，也是，你是打不死的小强嘛。不过你说，我是不是得跟他解释一下呀？那天那封信送的确实太突然。李香芝。上周信的事情可能让你感觉不舒服了，我给你道歉。你是谁啊？我是徐优树啊。我不认识你。这招太绝了，学习了。不是，这是什么路数啊？欲拒还迎吗？你确定这个成语这么用呢？这分明给你软钉子呀！你们两个在这鬼鬼祟祟干嘛呢？你同桌绝了，过了一个周末呀，说不认识徐优树了。不认识。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明天上课我们先考试。徐优树，到。我盯着你呢，你好好复习。下课吧。别动，别动，别动。走啊！哎哎，你干嘛？我也要跟着。我说你别多管闲事啊。我也想搞清楚林香芝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事情呢，你妈妈简单的跟我说过一些啊。我们复读班全力以赴迎接高考，你有什么问题跟老师说，我一定帮你解决。我是觉得太奇怪了，你们想，周五的时候他把你信给撕了，今天早上呢又好像不认识你。哎，林香芝可能就是不爱和人打交道呗，你们会不会太夸张了？嘘，我相信女人的直觉，绝对有问题。你们俩呀，就八卦的时候最有默契。苏小南，怕什么？你不就是来问清楚的？哎，林香芝，哎，蒋武，走啊！蒋武，你等一下，别走啊，林香芝，等一下，哎，林香芝，你等一下，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装作不认识徐优树？徐优树是谁啊？不是吧？咱们同班都一周了，上周你还撕掉了我写的信。哎，那我呢？你还记得我吗？你是我同桌，你们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但是我
不知道你刚刚说的是什么。这不可能吧？难道不是我害你摔到脑袋了吧？啊！林湘芝，你别装了。我没装。那你怎么会不记得了呢？我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的。我相信。我真的相信。我有一种病，一种会忘记朋友的病。这个病让我对朋友的记忆只有七天。什么意思啊？你是说失忆症啊？准确来说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我曾经因为一次意外受了伤，住院了一阵子，身体好起来以后我以为没事了，但是后来才发现每到周一我就不记得任何一个朋友或者是同学的名字和样子，就算是新认识的朋友也会在周一忘记对方。医生说是我的短期记忆出现了问题，就连意外那天的事情我也不记得了。后来经过治疗也还是没能找出具体的原因，医生就只能判断我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大家成为朋友。因为只要我有了开心的记忆，想要成为朋友的人除了我的家人，每个星期一我都会重新忘记他们。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朋友，就算是这样也没关系啊。这你也信？他没有必要拿这种事情来骗人。对啊，那你怎么证明你没说谎？如果你要证明的话，我只有这个。我没有要求你们相信我，因为我本来就不能够交朋友的，跟我做朋友没有任何好处，只会被忘记。所以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找我。林湘芝同学，让我们帮你分担吧。就算你只有七天的记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当一周的朋友啊，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等一下，我们是指谁啊？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我转学来这儿就是为了高考的，我不想要有朋友。你们发现了吗？嗯，他想跟我做朋友。啥？他说他一周之前把我们都忘了。但他只能忘记朋友啊。朋友，你们还不明白？这说明他上周已经把我们当成朋友了呀。同学，同学，你的快递到了，来，这都是孤岛的，核桃人，我亲手包的。随太阳升起，每朵思念情绪，带着漂浮的自己，幻想牵着你，在每个夏季。我会是你特别嘉宾，设计每一场惊喜，紧紧拥抱。跳舞能让人忘记烦恼，增强记忆。Let's dance。默数着每次你的呼吸，我和甜蜜就会慢慢靠近你。徐永树同学，谢谢你送我的一周，我会好好享用的。宋小南。我最近学习压力也很大，补充一下，补充一下脑子。一周都是为香芝做的，香芝给我的就是朋友。在我的星球，你是万有引力。
对不起。你看吧，怎么做他都不会领情的。谢谢。对了，那天之后，我看了很多有关心理创伤和记忆力的书，我做了一个笔记。等一下，就是这本，至少你把它收下吧，也许会对你有帮助。你可以打开看看。这里面都是我从书上看到的，然后剪下来贴上去的。你看这边，这上面都是一些可以增强记忆力的方法，这个可以打开。还有这边，你看这里可以动，都是一些很轻松的小游戏，还有练习。其实你周一的时候把我忘了，那也就说明你已经把我当成朋友了。但我会一直忘记你的。那我会每周都想办法让你记住我。我想到办法了，来，上车，带你去个地方。来，坐，相信我。走了。到了，走吧。哎，怎么了？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做朋友啊？进来就告诉你。来啊，我的办法呢，就是写日记。只要把跟朋友之间发生的事情写到日记里，就算周一会忘记对方，但只要看到日记，就知道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但是我，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就试一次。我们一起想办法克服你的病。选一本吧。徐优树。嗯。如果你真的想跟我做朋友，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吗？我答应。我还没说是什么条件你就答应。那也答应。我希望你能够好好读书，千万不要放弃考试。行。那你帮我补习。可以吗？讨价还价。你喜欢什么颜色？嗯，这个。那就它喽。嗯，走。到了。这是哪儿啊？这是学校废弃的天文教室，
很久没用了。我呢，作为学校最优秀的清洁委员，被指派打扫我这里。你确定有这种职务吗？以后午休时间都能来这儿，没人会打扰你。欢迎光临我的秘密基地。这好大的望远镜啊。它还会旋转啊。成为了我们的秘密基地，我终于跟林香芝成为了一周的朋友。我遵守跟林香芝的约定，好好多读书。只是没想到的是，他这要踢球了是吧？又说，嗨，林香芝，宋小楠也加入了我们。哼，你怎么什么人都往这带呀？怎么了，许耀树？这个地方写你名字啊？哎。不是说不吵吗？克制不住。行吧，以后算你一个，看你面子啊。我都不知道学校还有这种好地方呢。哎，今年的12月21号，咱们来这避难怎么样？避难？你就这么怕死啊？世界末日，哎，当然怕了。我还没有谈过恋爱。不会来，高考结束前世界末日是不会来的。你怎么知道？因为考得好是重生日，再复读才是世界末日，是吧，林香芝？那徐若树的世界末日就要来了呀！说的好像不是你的世界末日一样。我好歹还是个英语课代表，好吧？我还有香芝呢，对吧？哎，如果真像蒋璐说的那样，世界末日没有来，咱们还是来这儿，不过把避难改成庆祝。行啊，怎么样，香芝？好。那咱们来布置吧 ，Let's go。生存小队，耶！每周一，我们都会重新认识林香芝，尽管她每周都会忘记我们，给忘了，但我们总能从她的日记本里找到彼此。你好，我是徐欧树，这样你就不会忘记我了。香芝，又到周一了，你还记得我们吗？又把我们忘了。所以他打扮得很强烈。哎，过来过来过来。想报什么专业啊？
我想读心理学。心理学？但是你数学成绩那么好，不读一个投资分析、财经什么的，有点可惜啊。我的数学是之前一个好朋友帮我补上的。蒋璐，你想学什么专业？我就想去北京，什么专业都好。为什么？因为蒋吴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在北京工作，我被留守了，所以想考上个北京的学校去陪他们。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过？因为人家不想告诉你。来，徐有树，多吃点猪脑花补补脑，以形补形啊。得罪了。小南，你呢？我也学什么都可以，去北京也行啊。蒋吴去哪儿我去哪儿。哦，蒋吴去哪儿我去哪儿。好了，换话题。真是。哎，怎么没人问我想选什么专业？你考得上大学吗？怎么说话呢？有香芝在，我就能兴风作浪。兴风作浪？这个成语不是这个用法，香芝。总之，他语文是没救。他别的也没救。闭嘴！来，多吃点。谢谢。一见钟情了。我还有一种病，会忘记朋友的病。在哪吃苦啊我？徐耀树，怎么又是你？怎么这？怎么没有一个人叫我？这些都是你们布置的呀？费心了，费心了。没有，不过今天还没到我生日呢，就差三天而已了。等你生日的时候再整理，岂不是很容易被你发现吗？哎，先许愿吧。好，那我希望大家高考都能有个好成绩。嗯，够实际。我第二个愿望，希望相知记忆恢复正常。你之前不是说每周跟我认识很有新鲜感吗？男人吗？什么？哎，你敢揍我？哎，继续吧。我的第三个愿望，糟了，跑吧，被发现了。这看到就算迟到了，走了。啊！我相机掉了。别找了，快走。哎，这边窗户。哎，谁在冷库里面呢？走，快！小心，小心！哎，哪个班的你是？蒋吴，分头行动。好，走。站住！红管线这边，小南，快走。
掌柜的钥匙。给我站住！你们几个别跑！这个门怎么打不开？给我站住！你们几个！开了！你们是哪个班的？啊！给我站住！给我站住！你们几个！哎！别给我东躲西藏的啊！你们这是要往哪跑啊？没追上来，蛋糕还在天文教室呢，我去拿一下。哎，别拿了，我给他们发个信息吧，出去再被发现了。几个兔崽子能跑哪儿去啊？这是。这个是送给你的，我自己做的。生日快乐！你要不要尝尝，看会不会太甜啊什么的？嗯。不会啊，很好吃。应该。没事了吧？你可不可以陪我再多待一会儿？啊？我的意思是，现在出去还太危险了，我们应该再多藏一会儿。哦，那就再待一会儿吧。拿一下。哦，怎么了？你还有第三个愿望没许呢。愿望许不完，人是会倒霉的。好了，许愿吧，徐优树同学。我的第三个愿望，我想献给你。就算你只有一周的记忆，但我能用一辈子的时间喜欢你。我会一直陪着你，直到把你的病治好为止。这样，你就再也不会忘记我了，林香芝。我喜欢你。怎么了，香芝？对不起，香芝。香芝，你还好吗？
我已经帮你揍了那个笨蛋，你别在意啊。小树，林湘芝同学，看日记了吗？什么日记？日记啊，就是那本封面是圆点的。上面有画我，优树，小南，蒋吴，蒋吴，过来。哦，对了，怎么了？这个记得吧？啊？他不记得他的日记了。你好，我叫徐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跟你们很熟吗？你那本日记呢？上面记了所有你觉得重要的人和事。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没。对，哎，你是干嘛？你干嘛？干嘛？你干嘛翻我书包啊？湘芝，你好好想一下，是不是把日记落在家里了？我没有日记，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没有，跟我来一下。什么？跟我来一下。又说，你干嘛去？去看看。又说，又说，别砸了，这哪砸得开呀？昨天走那么急，肯定是掉在哪儿了。你手机有合照吧？有。拿出来，快点，给他看。湘芝，有想起来点吗？啊？有合照又怎么样呢？证明我跟你们很熟吗？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我现在要回去上课了。等一下。教室、走廊、游泳池。好，同学们安静，上课了。小吴，徐有树人呢？回家路上。老师，他不太舒服。怎么每次上课都不舒服啊？你好，请问有看到一本日记吗？没有。我要找一本日记，你有看到吗？没有，没看到过。湘芝，你想起我了吗？我在手机里找到了你的电话。我还没找到日记，我再去其他地方。你别找了。那本日记真的很重要，那就是你的记忆。我不需要什么记忆。只是你还没想起来，我们之前还一起去天文教室，你还帮我补习。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又能怎么样呢？我现在不希望被人打扰，我不可以浪费时间了，我不能再高考失败。如果我们每天凑在一起无所事事的话，那以后的人生该怎么办？你有想过这些吗？是因为你的病吧？你害怕每周都会忘记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怕你忘记我。如果你想好好学习，我不会打扰你。因为你，我也开始认真读书了，所以我会努力考上跟你同一座城市的大学。就算我考不上也没关系，我会想办法，想办法住到你学校附近，这样我就可以一直保护你。因为你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但是你对于我一点都不重要。你在撒谎。就是这样，我就是不在乎你，我不想跟你做朋友，就算我没有生病我也不想，听明白了吗？可不可以不要再自作多情了？香芝，又说你们都别靠近我，尤其是你徐幼树，尤其是你徐幼树，尤其是你徐幼树。香芝，尤其是你徐幼树，尤其是你徐幼树，尤其是你徐幼树。觉得他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刺激，所以你也别太着急，咱们让他先观察几天，好吧？好的，谢谢啊。啊，没事。阿姨，又说怎么回事啊？没什么大碍，刚才医生也说了，他就是过度疲劳，这阵子啊，他学习比较用功。让他好好休息休息，睡睡觉就行了。没事就好，吓死我了。啊，这不早了，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好。好，阿姨再见。哎，再见。阿姨再见。阿姨，幼树在学校跟同学们的关系好吗？他对人都很好，最近也有用功念书了。这样多好呀，这才对了。我想你也这么觉得吧。其实幼树一点都不傻，只是因为那件事儿，所以我让他转学，就是希望他平安健康的度过一生，这样我也有个交代。因为他爸爸去世的早。我知道阿姨您非常不容易，但是幼树他真的不需要知道这些真相吗？马上就要高考了，你们就要各奔东西。现在知道真相重要吗？谎言本来就不可能持久，没有办法开出灿烂的花。对不起，幼树，是我骗了你，骗了小南，骗了蒋吴。我这样的人没有资格跟任何人做朋友。高一那年在和平高中，我认识了我最好的朋友徐杰。
你是许杰吗？嗯，你是我们班的吧？嗯，林香芝。香芝，你也翘课。米拉西多多。没事吧？太危险了。谁？球技也太烂了吧！这是你的球啊？啊。哦，你们没事吧？啊，那就好。刘树，球呢？哎，来了。同学。还你。哎，那个，我们班也是体育课啊。放心，我是不会说的。你们也别说这个玻璃是我弄碎的就行。嗯。嗯。我跟许杰两个人从那天起就成为了好姐妹。许杰总是教贪玩的我数学，下课的时候一起去小卖部买东西，一起在食堂吃午饭，我们是最好的朋友。香芝，快，我发现一个很好看的东西，锵锵，幸运项链。你喜欢星星？嗯，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在杂志上看过一句话，通往星星的道路是很艰难的，但艰难的道路会通往美丽的终点。嗯，我们两个可以换着戴。对，好看，姐妹项链，同款。给谁呀？什么时候的事儿？那天在储藏室的时候。你，天哪！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你主意这么多，你就帮帮我嘛！你忍心让我这么就这么看着他呀？啊！我调查过了，这儿呢是他回家必经的路线。如果一个女生她的轮胎没有气了，那她路过这儿的时候，她要怎么办呢？她可能会帮我打气吧。我还给你加油呢，她当然载你回家了。需要帮忙吗？我车爆胎了，我只能先把锁这儿了。那我带你吧，走了。嗯。好巧啊。嗨，昨天谢谢你了。太客气了。对了，你车修好了吗？修好了。你今天怎么这么早来吃饭？哦，这进展很快啊。林湘芝，少说点话，多吃点菜啊。干杯。从那天起，徐优树也进入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人生会走向这一步。大家座位都换好了吧？换好了。那我继续上课。就算是为了学习，他也不用做这么绝吧？嘿，徐叔，我吃饱了，先走了。哎，佑树，
其实找日记那天，我就觉得林湘芝不太对劲。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在医院那天走的时候，她留下来了？我那个时候想回头看，你还拦着我。假象总是表现出真实。你们发短信叫我来这儿，是有什么事吗？湘芝，你真的不记得我们了？你怎么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请问你们还有什么事吗？湘芝，我问你，你在转学来之前读的是哪所高中？和平高中。那你知道佑树在来盛华复读班之前也是读的和平高中吗？你早就认识他了，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病，你一直都在骗我们，对不对？我问了和平高中的朋友，他知道你和徐佑树，他还让我离你远点儿。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说过我有病，我会忘记朋友的。你没病，我问了，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记忆障碍。亏我们这么相信你，尤其是佑树。还有许杰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呢？林湘芝，你说呀。林湘芝，你说呀。你为什么不说话？对不起，对不起，我确实骗了你们。其实，佑树找日记那天，我就是想要告诉你们的。我想把这些都告诉你们。对不起，你别这样看着我。但是那天我一见到佑树，我看到他的眼睛，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出来。对不起。因为真正失忆的人，他不是我，他是幼树。一切的事情是从高一寒假的那天开始，我们三个人约好到郊区的湖边野餐。什么意思啊？快点招来！我把信放进野餐篮里了。所以你叫我来划船，懂了吧？我还以为你想亲手交给他呢。湘芝，你看他是不是在看野餐篮？是吗？是吗？是吗？好像是。他好像在看什么呀？你看到没有？他是不是拿了一个什么东西？不是我那个。哎，你慢点！哎，你慢。看不清，我也看不清。哎
我的世界在哪里？哭什么？你把我姐姐还给我啊！她不会游泳，你带她坐什么船？为什么死的那个人不是你？为什么？出去！出去！我不想看到你们出去！医生，我儿子怎么一直都昏迷不醒？会不会有事儿啊？瑶瑶，哎，我们以后不要跟他说话了，会倒霉的。目前来看，虽然他昏迷不醒，但头脑的外伤没有什么大碍，这个就是万幸。谁弄的？不知道，雪杰吧。不许欺负同学，学校都是怎么教育你们的？以后不许再发生这样的事。还有，老师知道你们对同学做了什么。你们几个，下课到办公室来。苏醒刘叔，你好点了吗？我给你带了一些水果和橙汁。
你怎么了？你没事吧？要不要我叫医生？你是谁啊？我是林香芝啊。是谁啊？认知混乱，就是创伤性应激障碍，他可能不能接受已经发生的意外，这对他来说冲击太大了，他心理上就产生了自我保护，这种保护又导致了认知障碍，所以他把跟事故有关的人和事从脑子里全部抹去，加上他长时间在水中缺氧，暂时失忆也不是不可能。我是他妈妈，我要保护我的孩子，我求你，求你不要再来了，求你不要再出现在他的面前。我知道这样对你不公平，但你也希望幼树好好的活下去，不是吗？我知道了，阿姨。再起，你可以试着写写日记，这样啊，能够舒缓你的心情，就像对着树洞说话，把不开心的或者难过的事情都写进去，压力也会跟着释放。这样的话，你的病也会好很多。这些题目都是我课上说了很多遍的。以你现在的成绩，你接下来要怎么考大学？香芝，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你要拿出以往的水平考上一所好的大学，这样才能不辜负你的父母还有你的朋友，知道吗？你今年高考失利，妈不怪你，我想这所学校也不适合你学习。我问了你小姨，她那里有个空房间，我在想要不妈帮你转学吧，你去了那儿也许能更专心地准备明年高考。香芝啊，这个房间给你用，虽然之前是储藏室，但整理过了还算干净。那你先收拾啊，待会儿下来吃饭。我转来盛华高中的第一天，刚走进教室，居然看见了我那个最熟悉又最陌生的朋友。这是上天跟我开的玩笑吗？我只能装作不认识他。大家好，我是林香芝。但是他好像也没有认出我，看来是失忆还没有恢复。我能不能再转学啊？只是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林香芝，请你看看这封信吧，我想跟你做朋友。那一刻我真的很讨厌自己，收到这封信的人应该是许杰，我没有资格跟幼树做朋友，我甚至没有资格没有资格拥有朋友，就像是命运在嘲讽我一样。情急之下，林香芝，我只好装作不认识许幼树，用陌生逃避这一切。你是谁啊？只是说出了一个谎，我只能继续说更多的谎言来遮掩它。于是我想到鱼只有七秒记忆。我有一种病，一种会忘记朋友的病，这个病让我对朋友的记忆只有七天。只要记忆只有一周，我们连友情都没有办法维持，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安排。但是幼树依然不放弃，他
他使出了所有力气，想要帮我克服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疾病。我没有办法跨过那条界限。为什么活下来的不是他应该喜欢的许杰，而是我呢？我决定把日记藏起来，让一切归零。也许这样最好，回到最初，谁也不认识谁，就当我们从来没有相遇过。我就是不在乎你，我就是不想跟你做朋友。就算我没有生病，我也不想。你可不可以不要自作多情了？如果你真的明白的话，那阿姨再一次的请求你，我就当这次真的是阴差阳错。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但是如果幼叔想起来，只会让他更痛苦。我就希望这个噩梦尽快的结束，好吗？我知道你们不会原谅我的，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但是我求求你们，别再让幼树经历那样的痛苦了。给我一点时间，高考结束之后，我马上从你们面前消失，我保证。祥芝，我不认识许杰，但你要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秀树，早安。哎，干嘛去啊？门在这边。咱们不是约好了今天吗？他现在都不认识咱们了，别给自己找不痛快。走吧。走吧。哎，宋小楠。你说真的会有世界末日？哎，你先别说话，还有10秒钟就要到12月22日。5 4 3 2 1。是吧？我就说什么都不会发生。你们说，香芝还记不记得今天的约定啊？你先管好你自己吧，离高考还不到半年了。我觉得林香芝说的对，我们都应该先管好自己的。庆祝我们末日生存小队战胜末日！
算结束了啊！小南，你看，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小五，亮亮，哎，姐，考得怎么样呀？还行吧。晚上想怎么庆祝？都行吧。那姐姐带你去买礼物。考得怎么样？今年题不算的。还行吧，但我就是现在还有点懵。小南，嗯，你决定要去哪座城市了吗？你想不去北京啊？我那天下午看到小戴跟你告白了。你看到了？嗯。我其实，我不管你怎么跟他说的，我现在想告诉你，小南，我喜欢你。这几天我没有见到你，我就一直想你。看到你被别人告白，我心里特别难受。我猜这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所以我想问你，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哪有人会在串串店告白的？一点都不浪漫。你喜欢我，你干嘛不早点说啊？我都已经决定要去澳大利亚了。没事啊，那很好啊，多出国看看，对你绝对有好处。你刚跟我告完白，你就要跟我说再见啊？不是，我等你。真的？我们每天可以打电话、发短信、开视频，我放假也可以飞过去找你，因为我知道，我喜欢你，远远超过我们的距离。考怎么样？还行吧，没有二本，有个三本吧。不错呀。你呢？我去北京没问题。怎么了？如果我现在去找香芝，应该没事了吧？又说，喜欢一个人真能解释得清楚吗？哎，反正我想好了，明天我就再去找他一次，也好好问一下他想报考哪个学校。我再去找同一个城市的学校，但他现在不认识我了，所以我想你陪我一起去，也更有说服力。又说，我可以陪你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上了大学，到了新的城市，你会遇到更多人，有更多的可能。何况他说他每周都会忘记你，真的要这样一辈子吗？但是林香芝只有一个。如果你真的把我当朋友，就别再去见他。哎，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去找他只会浪费时间，浪费人生。你再说一次。因为他有病就瞧不起他？我没瞧不起他，我告诉你，他嘴里没一句实话。闭嘴！你打我也没用，这病就是治不好。不能因为我想治，还不懂吗？根本治不好。Thank you.
优叔，许杰是谁啊？你想起来了？手机给我，给我！优叔，你冷静一点。优叔，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林祥之说，他为了你高考后就会离开，他不想再让你受伤害了。你好，请问是林祥之家吗？哦，他已经回家了，去车站了。我很高兴能够再次遇见幼树，认识了小南和江武。我以为我会一个人面对，没想到你们却接纳了我。高一时我曾经不多做解释，但误会却随着耳语变质。我不想让幼树想起失去朋友的痛苦，所以我高考后就离开。我折掉电话卡，断绝与大家的联系。曾经与你们相遇，就已经足够。许杰，你跟我说过，通往星星的道路是很艰难的。那你现在走到了吗？等会儿，慢一点，慢一点，等等我们。上来，来拍张照吧。好，三、二、一，快来，嗯，你看，多好看。来了，徐妈妈，江武，幼硕，是我，开门呢，我来还你 PSP 了，你不开门我拿走了啊。又说，哎，你躲我干嘛呀？我知道你怪我没跟你说实话，但是你知道真正的实话是什么吗？真正的实话就是我们都很在乎你。为了高考，大家都不想让你受影响。天文馆教室过一阵子就要拆了，我跟小南整理了一下，带了个东西给你，也顺便给你道个别。你有空打电话给我。许幼树，你是许杰的弟弟。抱歉了，阿姨，这么久才来看你们。
算是我整理姐姐房间的时候发现的，里面全是你们的照片。里边还有一封当时小杰写给你的信，我看了。我想这一切都是意外。这些回忆都是属于你们的，你把它带回去吧。谢谢阿姨，我会好好珍藏的。等一下。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吧。没有人会愿意发生意外。我想，我们一家都接受不了失去小杰这个难过的事实。小杰已经死了，但如果你的人生因为这件事情变得举足不前，一直这样下去，只会让我们和你都活在痛苦里。相知也来过了很多次，一直都不敢进来。你们两个人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江志的快递。江志，这段时间电话联系不到你，所以不敢来找你，怕你让我吃闭门羹。是蒋屋出的馊主意，让我给你写本日记，让我把认识你的每一天都重新记下来，也当作是弥补这段时间失去的记忆。我自嘲，你别介意。我知道，也许是我不够勇敢，没有更直白地说出我对你的感情，让大家都误会了。但我总能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你，只是我想对你说的话，却总没有来得及说出口。今天怎么没看见跟谁跟在一起的女生啊？她今天值日。你们是同班同学吗？我跟他都是高一六班的。那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叫林香芝，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林香芝。毕业后我去看了许杰，也见了他的家人。我收到了一封许杰的信。我把信放进野餐篮里了。他是不是拿了一个什么东西？信里头，许杰写了他的毕业愿望。他想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夏天，与我们一起放一场烟花，
冬天一起去看一场雪，一起大醉一场，一起去很多没有去过的国家。只是我知道我们都需要时间复原，所以这次我决定不打扰你了，直到你愿意承认我们是朋友为止，这样也不会给你压力。最后我把许杰的项链寄给你，我想他对你很重要。师傅，再开快点吧。相知，对不起阿姨，我知道我不应该再出现了，但是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优树，你能让我见他一下吗？他现在不在家，他走的时候嘟囔了一嘴，说是今天天文教室要拆了。你好，我是徐优树。对不起，我之前一直瞒着你。是我要谢谢你，是你一直陪着我。谢谢你把这条项链寄给我。我想带着它走许杰没走过的路，去他没去过的国家，去看他没看过的雪，没放过的烟花。我想带着他一起完成那些他还没有来得及经历的事情。相知，不是所有伤痛都可以被抚平的，但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这次让我陪着你。项链串在了一起。许杰，你的生活，我们先从放烟花开始。这才算是战胜世界末日的庆祝呢！您说，我们以后还会遇到比这更大的灾难吗？怕什么？黑暗是遮不住星星的，只要足够勇敢，就总有空隙可寻。
就算有，那就克服呗。你看宋小南不就把你克服了吗？学叔，说得好。谢谢你们。谢什么呀？和我做一周的朋友。不客气。回忆承载着我们的过去，也成就了我们的现在。生命中的伤痛陪伴我们成长，成为有其意义的存在。我相信这场烟火你也在某个地方观看。我会永远永远想念你。绽放只是瞬间，但友谊却能永恒。谢谢你们理解我的过去，相信我的未来，并且接受我的现在。我们永远都是一周的朋友。末日生存小队，耶！太善意的谎言，试图靠近过去的伤口。我相信你一定懂我全力以赴的守候，就算早已被你看透，我们可以是一周的朋友。离别时的青春，绽放起辉煌的花火，属于他的夕阳，照亮你凝望我的轮廓。如果说我可以是我，可以勇敢的脆弱，尽管已经失去所有，我们至少是一周的。好久不见的想念背后，是谁为谁逗留恰好的软弱？离开不代表不愿停留，眼泪是想被原谅的无波，在愈合前先坠落。残酷的遗憾，听说能让灵魂自由，不曾忘的约定，还牢记着末日的承诺。你知道光没有尽头，我在茫茫人海中，也许彼此就此错过，我们曾经是一周的